計我話今晚呢度個個都係主角。世上無難事，只要你以後肯落力去做得嘅。哦，原來係你。點啊？冇錢啊！好心你唔好出嚟滾啊！哦，老豆，原來唔係俾人攤咗銀包啊！你留住啲谷種有咩用啊？唔通你想跟住電仔餓死咩？老爺啊！把死落地行啊！如果你肯出面嘅，我谂佢冇咁大胆再犯住圆圆嘅。我煮龟苓膏煮咗咁多年，一闻就闻到啦，我肯定佢系冇用龟。报告位，你间新 office 啊？作为倾家放俾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如果我讲大话嘅，就天打雷劈。你冇呃我啫，我点知道我女人有冇呃你啊？我最中意嘅明星咧就林黛，佢对眼好靓，好吸引人，我简直疯狂到咧，就好似啲影迷 TVB 门口等嗰啲偶像签名咁。那边就有阿龙和李丽丽啦。我做佢太太的私家侦探嚟，不过唔好讲咁大声。你结咗婚几耐？结咗婚六个月。真系纯粹讲笑。讲咩笑啫？即系话我hold住佢啊嘛，佢信誉好好嘅。你hold住佢定抑或hold佢啊？讲清楚。我睇住佢，看住佢。咁好啲。嗯。即系有冇即系用好痴情嘅眼咁睇住啊？咁啊，咁你睇下咪知咯。老婆，洗完提子啦。系啊 ，Sir。你个橙掉落地喎，我咁洗干净咪食得咯，唔使抌嘅。食得唔好嘥嗬，不过啲三文鱼酱唔好再食啦。仲食咩？我拍武侠片由1970年代已经拍到而家噶啦。最遗憾嘅事就系我从来未拍过文艺片，就系同男仔手拖手喺沙滩漫步嗰啲咧。嗱，咁你当然同阿成龙合作机会好多啦。嗯。咁你对佢睇法系点样？佢好识制造，即系。氣氛啊，輕鬆氣氛，輕鬆氣氛，我都覺得佢好似好細個就識噶啦，係咪？我哋識咗好耐噶啦，即係由佢開始做舞師開始咧，我哋已經即係有一齊合作。嗯，因為佢都睇過我替身嘅，係咩？我入行嗰陣時咧，就係我屋企咧反對我做戲，因為我爸爸都係戲行嚟嘅。但我咧就好中意做戲，我好細個就已經開始睇黃飛鴻嗰啲戲，咁啊發夢就哎呀，如果我做到明星就好啦，咁先入戲行去考。咁你身為女主角，當時嘅壓力會唔會大啲咧？壓力都幾大下，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就唔係做花樽啦，戲嘅份量又多啦。咁同時咧，如果要拍功夫片嗰時，真係好辛苦啊！電影你係要攞錢去買一張飛，你先可以入電影院嗰度睇。咁但系电视台咧，你系深入去，即系每一个家庭，你个知名度会提高咗咯。我揾咗你两年，你要同我喺埋一齐。白发魔女转对我嚟讲系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嘅经验，因为第一我系由电影跳去电视，咩嘢都唔知噶，知咩你唔知啊？哦，你而家占咗便宜啊，就想唔认账啊吓？唔通我哋阿朱啊自己爬上你张床嗰度咯？我唔知，唔知。开始嗰阵我真系好惊噶，我以为 TVB 大机构人事会好复杂，但系而家做落嚟同我想象中系完全唔同嘅。第日再有机会再向两位老人家叩头。嗯嗯，再见。点算啊？人生不如意，事十常八九。你喐下就话要死，以后点样做人啊？我只系吸咗一日仙雾，就俾你坏我好事啦。等我回复翻青春美貌，我再考虑还翻俾你啦。有冇我呢个妈？而家揾窿捐啦。当年郑太妃喺太后身边，最妥帖嘅就同太后洗脚，服侍得太后满心欢喜。点知你翻转面就唔见咗你老爷佢啦？我问成个街市都揾佢唔到啊！咁以后就少咗个自己人可以信啊嘛，你唔使条气咁唔信个噃。我冇啊。假如我有一个可以实现嘅梦想咧，我一定要求我妈妈生多啲仔女，因为咧我可以有好多兄弟姊妹。而家我净系得我一个咋，所以好寂寞啊。如果我多啲兄弟姊妹，你话几好咧？